好，来，我们这一边要讲 transformation 的 SPM Pass U。OK，这个是旧的课程。然后，如果我们讲新的课程的话呢，它是 Form 2 Chapter 11，或者是属于 Form 5 Chapter 5。OK，然后 transformation。然后他在这一边呢，他说 A、B、C、D 哪里一个是 H 180度转？这个是 C 哦，肯定是这一个啊。你看，它是在这一边，你就心想我的这一个东西，它在这一边，然后它转180度，是这样，它的形状就变成这样，所以它答案是 C，这一个就不用了。接着，它在这一边呢，它说它有7个点，Q 是 image of P，Q 是 image of P under refraction。Q 是 image of P under refraction，然后就是说它是那个 H 跟什么的连接上来的，然后它是 H 跟 L 连接上来的。OK，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它在这一边的时候，你的这一个 P 跟 Q，它会是它们的那个垂直平分，这一边它是垂直平分。斜一格，斜两格，斜一格，斜两格，然后这一个是它的那个 axis of refraction，所以它这一个是 L。然后接着呢，在这一边，他说 N 是 image of M，这个是 object。然后他讲 mm 呢是5个 unit，所以这一边是5个 unit。然后减三六是向后走三，向上走。六，所以在这一边呢，我的这一个其实是一个直角三角形，OK，它是一个直角三角形。然后我的这一个直角三角形呢，它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直角三角形，这边是五，然后这一边是三，所以这边是四，OK。所以我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就知道我 object 去 image 的时候呢，它是向前走三，向上走四，so 它是属于 translation 三四，所以它答案是 translation 三四 d，OK，C E B D，好，来，在这一边他说 A B C D 是 image of K。Under top y rotation 90度，center 在三减一，三减一是这一边，所以它这一个要的是90度 clockwise 顺时，is the image of K，所以在这一边这个答案是 C，OK，所以它答案是 C，好。在这一边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是90度，然后它是顺时，你这边横一直二变成横二直一，所以它答案是 C。然后你可以把它，你可以做的事情是你插圆规在那个三 E 圆形那边，然后你画一个圆形，OK，你画一个圆形，然后在这一边这样画一个圆形，在三 E 这一边。好，画一个圆形在3D 这一边，然后你做的事情就是你把那个圆心这个 K 插到圆心这一边来，然后过后呢，这边垂直过来这边，你就知道它的这一个90度顺时是来到 C，90度逆时是来到 B，180度顺时或逆时是来到这一个点。OK，好，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它答案是 C，C。然后接着呢，我们再来这一边，它是90度那个clockwise ABCD 是 center of rotation，OK，它是90度 clockwise 的时候呢，你看，假设这个是 A，对啊，S is the image。H is the image，所以这个是 object A B C，这个就会变成 A prime B prime C prime 这样。好，
在这一边的时候，我要找它 center of rotation 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的是两 pair 的 perpendicular bisector。OK，我们需要两 pair 的 perpendicular bisector，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用到圆规。OK，我们需要用到圆规。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在这一个圆规，我插在 A，然后转一圈，我插在 A prime，转一圈，然后过后我的 A 跟 A prime 同时，这一个是我的 perpendicular bisector，所以 D 吧好了，肯定知道答案是 D 有了。OK，我其实不用再继续下去了，但是如果我要继续下去的话也是可以，我拿 B 跟 B prime 或 C 跟 C prime，拿 B 跟 B prime 还大一点，不用了，其实 B 跟 B prime，然后这个是 B 跟 B prime，这个，这样，B 跟 B prime，然后过后呢，我就在这一边我连接 B 跟 B prime 的这个。跟这个这样，哎，连接，所以它答案是 D，所以它答案是在 D 这边，这个是在 D 这一边，所以我的答案是 D，OK，所以它答案是 D，D 是它连接的地方，这一个，对的，所以它答案是 D。好，在这一边2006这一边，它。就有 square grid，他说 A B C D 哪一个不是 P 的 location，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你看到、啊、我把 P 抄上来一点，然后我顺时转90度，这一个它变成 A，我再转多90度，哎呦，对，等下，所以这个 A 不是的。A 是属于那个 P 的 translation。如果我 P 转180度，它变成 B，所以这一个也是。然后我的这一个，如果我转90度逆时，它变成 C。OK，所以在这一边 D 是不可以，D 是平移后再反射。它不是旋转的，因为它能够变的那一种，我们都有了嘛，就是原本的是这一个，然后我们的这一个转90度顺时，OK，转90度顺时会变成这样，然后我们的这一个转90度逆时，它会变成这样，然后它转180度的情况之下，它会变成这样。OK，所以这个是90度 clockwise，这个是90度 anticlockwise，这个是180度，这样，OK，好，所以它答案是 D，OK，所以这一题是 D。接着在这边它有这一个，然后它说哪里一个是它的 center of rotation，OK，那这一个是 pentagon，假设我要用来算的情况之下，这个是 A。这个是 A，哪一个是 A 啊？什么？那个 N 是 image，这个是 image，然后这个是 object，所以我的 A 跟 A prime，我这一个去 B 的时候，我走横一二三，直一二，它横一不一样，所以 B 不可以。我的 C 横二直二，横二 C 也不可以。D 横一直三，横三直二，OK。横二四五一，横一直一，OK，这样基本上我可以直接知道它是 D。如果你要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有 A B C D E 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你的这一个 A B C D E 呢，它是属于那个刚刚他讲是90度顺时哈，90度顺时的话呢，它是这样，这个，所以我的 A B C D E，这一个是我的 B prime、C prime、D prime、E prime。同样的，我要找它 center of rotation 的时候呢，我要两 pair 的 perpendicular bisector，需要两 pair 的 perpendicular bisector。
所以我需要两派的 perpendicular bisector 的时候，我在这一边，我就拿这一个，我插在 A，然后画一圈，然后插在 A prime，OK，插在 A prime 跟 A 都画一圈，OK，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拿这两个连接起来，所以它经过 D。这一个是第一排，然后接着呢，我在这一边，我可以换它的颜色，我拿 B 吧，V 和 B prime，然后它的那一个连接起来交接的地方，B 跟 B prime 这一个跟这一个，啊，交接的地方是在 D，所以它答案是 D。OK，所以它答案是 D，在这边，这个是 D。OK，好，所以这一个的答案是 D。OK，我刚刚用来数，我也可以数到是 D 啊，只是用刚刚这样的一个方法呢，它就更清楚哦，两派的 perpendicular bisector 咯。好，在这一边呢，它有四个四边形，然后 all the quadrilateral 90度 about center O。然后哪里一个是 correct 的 rotation？OK，它的 W 去 Z 是属于 anticlockwise。OK，这个就错了。哎，那对，X 去 Y 的话呢，这个是 clockwise，anticlockwise 错。Y 去 X 的话呢，它是属于anticlockwise，anticlockwise，对，Z 去 W 是属于 clockwise，所以它这一个是 anticlockwise 写错了，所以它答案是 C，OK，所以它答案是 C，对了。好，在这一边我们有五个 point，然后他问 A、B、C、D 是 image of n。Under anticlockwise 90度，center 在32，然后它是 anticlockwise 是逆时，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哦，所以答案是 B。3113，然后90度逆时，OK，所以它答案是 B。好，接着在这一边他问。哪里一个是它的 axis of refraction？你的 M 去 M 的时候呢，斜两格，这个没有问题啦。我 M 去 M 的时候呢，我这边斜一格、斜两格、斜三格、斜四格、斜五格、斜六格、斜七格、斜八格，斜八格的一半就四格，一二三四，所以是在这边。T 的这一个，然后你看 F 的这边，我斜一格，斜两格，斜三格，斜四格，斜五格，斜六格，斜七格，斜八格，斜九格，斜十格，十格的一半，斜一格，斜两格，斜三格，斜四格，斜五格，斜五格是来到这一边，所以它是 UT，OK，TU 这一条线，TU，OK，好。这一个呢，它其实还有另一种方法，它的另一种方法是怎样呢？它另一种方法是你用两派的 perpendicular bisector，OK，两派的 perpendicular bisector，在这边的时候呢，你只需要就是说你在这边，假设你要的是 G 跟 M，你找一派的 perpendicular bisector 就可以了，G 跟 M 的 perpendicular bisector。你就插在 M 这边，OK，我们理论上来讲是上面一撇，下面一撇啊，然后可是因为它在电脑上面一撇，下面一撇比较麻烦，我就直接画一个圆圈在 M，我又再画一个圆圈在 G 这边，OK，所以我这样直接这两拍连接的地方。对啊，
我的 M 在这边，刚才没有接到准准，M 在这边，然后我的 G 在这边，OK，然后我再连接，啊，你看就拿到了，所以我们要拿的时候呢，其实是标准的话呢，应该是属于两拍的 perpendicular bisector，OK。这两拍的 perpendicular bisector，所以它的答案是 UTUTUB，所以这里的答案是 B。他问 A B C D 哪里一个是 refraction y 等于减 x，y 等于减 x 呢？是这一条，它经过的是那一个减66，OK 减88啦，然后我们还有88在这边。它连接起来，八减八，这个是我的 y 等于减 x。OK，然后他说，什么？那个 image of f，这样就是 a 哦。你在这边这一个，这边这一个，你就写一格，写两格，写三格，写一格，写两格，写三格，对，那答案是 a 啊，所以答案是 a。好。接着2012的这一边，它是 equal square，OK，然后它在问，correct pair of the refraction 和它的 image，所以在这边呢，它问它哪里一些是属于正确的 pair，OK，好，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的这一个我拉上去一点。OK，不然不够位置。好，所以你看啊，这一个我的这一边它是属于PUVR 跟用 KV 是这一条，它会变成这一个 KR，这一个就错了咯。OK，因为它 KV 是这一条线，如果它用 KV 的情况之下呢，它的 image 应该是属于这一个，OK，它 image 应该是属于那一个RTWB，然后接着我的 PR 是这一条，PR 是这一条，然后它的 object 是。这一个 JQRK，JQRK，反射下来的话它根本没有任何的一个东西啊，它应该是在这一边的245，245，它应该是在这一边，然后它应该是这样的。好，来，接着那个 UL 的 UL 是这条线，哇，UL 斜线，然后 RVWT 斜一格，斜两格，斜三格，斜四格，斜五格，斜一格，斜两格，斜三格，斜四格，斜五格，然后斜一格，斜两格，斜三，两个半，半格，一格，两格。哦，它这一个会变成这一个 JKRQ，JKRQ，对哦，这个答案是 C。然后 D 呢是 JW，JW，JW，我们看一下 JW。JW 是这一边，它原本呢是 KRSL，KRSL，R 没有咯，这个来到这边，这个是 V 哦，然后这个来到这边 L 的这个是斜到 U 咯，U，U，然后。他要的是 WT 错了，
K 的话呢，它就二两个半，半格一格两格，它是 P，所以它这一个应该是属于这一个，这样啊。如果它的这一个这样反射的话，这一个跟这一个的反射的话，所以它这一个应该是属于那一个 PRVU，OK，PRVU，所以它答案是 C，OK，这一题的答案是 C，OK，好，然后，好了，我们再看2014的这一题，它跟 PQ，然后 Q 是 image，这个是 object，same transformation，它这个是反射，所以斜格斜格，所以这边是57，所以它答案是57B，57，OK。好，B 五七，然后2013这一边，y 等于 x 是这一条的反射，你看它的形状就不对了啊，OK，这一个也感觉好像不对，它反射，它这个也是不对，这一个应该对，这一个也有可能对，这个应该不对，这个应该不对，这个应该对，你看。我斜一格，斜两格，斜三格，斜一格，斜两格，斜三格，对。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你这一个它是 perpendicular bisector，perpendicular bisector，然后 perpendicular bisector，然后它这一个也是它的 perpendicular bisector，对。然后在这一边呢，这一条是它们的那一个 perpendicular bisector，这一条 y 等于 x 是它的 perpendicular bisector。它就是在这边，它就垂直平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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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所以答案是 C，对了，在这边呢，它就有那个学生的那个桌子的排位，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呢，Jack City placed Raya at the position 3 row and 4 column from the entrance。row first second row，然后 column first column second column third column，然后它就是 three row one two three fourth column，苏莱亚原本是在这边，three row fourth column from the entrance 是这一边，这个是进去，然后接着呢，a week later 数学老师给他 translation 简二简一。简二简一是向后走二，向下走一，向后走二，向下走一，这个是我的 S prime。然后move one place to the right, three place to the front, one place to the right, three place to the front, x。OK，所以它答案是 x b，所以它答案是 b x，对，好。我们知道这一个是先前后再上下，所以是向后走二，向下走一，向后走二，向下走一，然后什么？One place to the right，向前走一步，然后 three place to the front，向前向上走三步。OK，好，2016的这一个呢，它有两个 octagon，然后 under a translation，这一个很明显是。反射，然后它是以这一条线为反射轴，这一条线是 y 等于减 x，所以它是 refraction in the line y 等于减 x，所以它是 refraction on the line y 等于减 x，所以答案是 C，OK，对了，好，来我们再继续这一边2017的这一题，x prime 是 image of x under rotation 90度，然后哪里一个是对的？OK，我这一边这个去这个的时候，它是属于这样转过来，所以它是属于那个90度顺时。我有 A B C D 的话，那这个是我的 A prime B prime C prime D prime。
然后我看我的 A 去我的 A prime 的时候呢，它呢不对，它应该是 P 这边。为什么是这样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 C 去 C prime，它是90度逆时，然后我的 D 去 D prime，它也是属于90度逆时，OK，然后我的 B 去 B prime 这个，OK，它也是90度逆时。然后最后再来 A 去 A prime 也是90度逆时啊，都是90度逆时，所以我们知道它是什么90度，然后顺时 clockwise，然后 center at P，OK，center 是 P，clockwise，所以答案是 A，所以它答案是 A，对了。2018这边他说他 translation 是这一个。Q 是 clockwise rotation of 90度 about the origin. State the coordinate of image of 25 under PQ. 先做 Q，再做 P。OK，所以这一题呢，我们需要把它画出来25。所以我在这一边它的 coordinate 是25啊。25是在哪里？25这一边它是2的话5在这一边。好，25是在这边。好，我的25在这一边。然后，等下，它的这一个25在这一边。25是在这一边，PQ 是先做 Q 先，Q 是 clockwise rotation 90度 about the origin，所以 clockwise 90度 about the origin 向前走2，向上走5，向前走5，向下走2，它也来到这一边，这个是90度，OK，所以它这个是5减2，然后，所以我从这个 T 去。T prime 的时候，它会是那个五减二，我先做 Q，接着我再做 P，P 是减二三，向上走二，向上走三，一二一二三，所以这个是三一 C E double prime 三一，所以它答案是 C 三一。对了，答案是 C 三一。好，我们再来看2019的这里，还有 PQ Cartesian plane，P 是 image of Q，就是 object。然后，在这一边，他要你找他的那一个，他的 translation，他 A B C，不是。不可以，不是它，它是 image，所以我这边有 A B C，而 A B C 是我的 object，原本是这样的，我转180度之后呢，是变成这样，所以它变成这样的时候呢，这个是我的 A prime、B prime、C prime，然后这一个是它的 center of rotation，因为我拿我的 A 跟 A prime，还有 B 跟 B prime。还有 C 跟 C prime 连接的地方，这个就是我的 center of rotation，这个是我的 center，所以它是转180度，所以它转180度的时候，我的 R 也同样转180度，所以它这一个就是我的 R prime，一一，OK，所以它答案是一一，A 一一，然后接着他说这个P 是83。是 image of 8减7 under refraction y 等于 h。Find the value of h。所以你在这一边你就心里想，
八三是向前走八，向上走三，OK，好，向前走八，向上走三，八减七是这一边，这个是减七，八减七，然后这一个是八三，八减七，八三，所以减七跟三之间的中间就。减七加三除二，然后就会变成减四除二，减二，所以就是说它的那个 axis of refraction 呢，其实是在这一边，这个是减二，所以它答案是 B，减二。然后接着在这边它有五个 triangle PQRS，然后他说哪里一个是 image of P 90度？clockwise, anticlockwise, 逆时，逆时的情况之下呢，一定是这样的，OK，所以在这一边，这一个是来到这一边，所以 Q 跟 R 肯定不可以了。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的这个这边来到这一边，对应的是这一边来到这一边，OK，所以我知道它答案应该是 S 的。OK，为什么呢？因为我最后来看这个，这个跟这个对应的是这个，所以我这边有 A、B、C 的时候，这个是我的 A prime、B prime、C prime，所以我的答案是 S、OK、B、C，对了，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遍，好，在这一边它。问一跟一是 image of F under a translation same transformation，OK，好，在这边的时候呢，我可以知道这一个我给它名字，我给它名字，这边是 A B C D E F，我的这一个 A B C D E F 呢，它很明显的是转180度，变成下面这一个。所以这一个，不是转180度，它是转90度，顺时。所以这一个是我的 A prime、B prime、C prime、D prime、E prime、F prime。A 去 A prime 的时候，二 E 不是，这边是 E，E 也不是。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这一个来到这一边，这边来到这一边，然后这边来到这边，这边来到这边，也不对。OK，好，等下啊，我的这一题我觉得它的题目有点怪啊。我是90度逆时的话，它是这一边。90度逆时又跟它形状不一样哦。然后90度顺时才会一样，180度也不一样。A prime, B prime, C prime, D prime, E prime, F prime. OK。然后在这边的时候呢，我知道它是属于90度 clockwise，我要找它的 center of 那个什么，我要找它的那个 center of location，所以我需要找两 pair 的 perpendicular bisector。OK，所以我们这一边要两 pair 的 perpendicular bisector 的时候，我就需要画圆规。我拿 A 跟 A prime，我插在 A。还有 A prime，A prime，这样漂亮了，是咯，哎呀，好，不用紧，接着我拿 B 跟 B prime，或 C B 跟 B prime 有一点弯，可以 C 跟 C prime。不可以，因为跟 A 跟 A prime 会一样嘛。
我拿 B 跟 B prime 了，啊 B 跟 B prime 这一个点 B， 然后还有 B prime 这个。所以它的 center of rotation 是在这边，横二直二，横二直二，横二直三，横三直二，对，嗯，所以它在这一边的这一个其实是横二直二，横二直二，这一个是我的那一个 center of rotation， 然后他就问。嗯，那一个是 E 是 image， 然后 A B C D 是哪一个是 P 来到这一边，这一个是 P， 然后它是90度 ，E is the image， 这个是 image， 这个是 object， 哦，刚刚全部弄错了，这一些全部才是 prime。这一个是 A B C D， 因为它其实是90度顺时转，哎没有，它是90度逆时，逆90度顺时，对，它是90度顺时，所以我这边横一格，直四格，然后我就横四格，直一格，这样对，所以它答案是 B，OK， 所以它答案是 B。好， 2017的这一题，他说 N is the image of 这一个 ABCD 是它的 center of rotation， N is the image， 这个是 image， 这个是 object，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这个我给它 ABCD， 然后我这一边这一个我就有 A prime B prime C prime D prime。我用来算了就可以了。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在这一边横三直一横二不一样，横到完横直不一样，横二四五横三也不一样，像这个答案是 C 的，横一二三四直一横一直一二三四，对，你看在这一边这样，这个就是90度了，哈哈，用来算了，横变直，直变横。然后你也可以随便再拿另外一个点，拿 D 吧 ，D 跟 D 判，嗯，它也是有一个90度在这边，它这一边是横两格，直五格，横五格，直两格，对，好，来，再来在这一边，它，是，它说 Q 是 image of P under rotation， 然后他问哪里一个是同样的 ，OK， 所以我首先要找它 center of rotation 出来先，我这一个是 A B C D， OK， 或者是我用 P Q R S 的 ，P Q R S， P prime Q prime R prime S prime， OK。然后 P 跟 P prime 的 perpendicular bisector， 我用目测法，二四五一，然后2.52，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就可能差不多是这样一个地方，所以这一个应该是 A， 好 ，A 是它的 center of rotation， 一二三。1 2 3 1 2，对，然后 Q 呢？ 2 4 5 1，1 2 4 5，对，所以我在这一边，我 P 去 P prime 这一边，有，我 P 去 P prime， 它是有90度，顺时，所以他问 R 也是用90度顺时，所以 R 是在这一边。他现在要的是90度
逆时九十度逆时，所以九十度逆时来到这边，所以它答案是 D。好，最后我们再来看这一边，A B C D is the image of point K anticlockwise 逆时九十度 center 减二 e 减二 e 在这一边 K，所以逆时来到这一边。OK，所以我在这边有一二三一一一二三，所以它答案是 A。OK，好，就是这样，嗯。